欢迎各位收看湖南卫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过期香年，更多人和加多宝由梁山领导者加多宝冠名播出的2015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你在干啥？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好佩服你，你可以全程坚持这样。让我说完，不好了不好了，有一群黑衣人从前面嗖的一下就穿过去了。没事，他们是 RRR 科学实验站的。小芳，土地公，你管不管？我跟你说，我管。最近小区啊来了这很多的这个黑衣人，对啊。但是呢，我也加强了警力哦，我派了3位帅气的名捕来到小区里面替大家巡视，好不好？少年名捕，对不对？对呀，你他们这3位少年名捕来说名字，看大家有没有尖叫。一位是张翰，杨洋，毛子俊，哇，来欣赏他们的武侠威亚秀，少年名捕。明朝万历年间，神侯府4大名捕护卫着京城的安全。这一日，冷血无情铁手奉命追捕朝廷重犯至城外紫竹林。铁手铁油下，一双铁拳威震天下。无情圣牙鱼，一等一的暗器高手。冷血冷灵气，剑术出神入化，势如破竹。好过瘾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刚才的这个威亚秀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元宵喜乐会来这个提前录制的。我知道昨天晚上录到凌晨4点，对不对？对，4点半。4点半钟，那要谢谢毛子俊，谢谢杨洋，也谢谢我们张翰。那其实呢，在刚才这个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有非常多的威亚的戏份，高高低低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是张翰是有一点恐高，对吧？对。其实在生活当中是有恐高的，然后从来没有陪过任何人去游乐场去玩游戏啊。对，所以这种高的经历都在工作当中完成了。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男孩子都会有一个武侠梦啊。那我觉得在梦的过程当中就让我胆子变大了啊。
就可以忽略掉，就投入到角色当中。是杨洋好像还好，我看你，嗯，我也恐高。你也恐高？这节目是不是针对你们的？毛子君你呢？我还好，我喜欢吊威亚。哦，喜欢吊威亚。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秀呢，其实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种这个四大少年名捕当中有一点炫的感觉。那介绍一下你们在这个戏里面的人物，因为马上也要在钻石剧场播出了，对不对？张翰演的是，我在戏中扮演的角色是冷血。好，那杨洋，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无情。那无情，然后毛子君，我在戏里面的角色是铁手铁油下。啊，那另外还有陈伟霆，四位在一起，这个四大少年名捕在接档这个《神雕侠侣》之后，在我们的钻石剧场播出。那今天倩倩有给你们准备一道难题。对，大家都看到了，面前有三个盘子，那这个盘子里面有不同的馅儿，元宵馅儿，那你们选一种，然后用里面那个馅儿做主题，送祝福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可以吗？好好那个谁先来挑？谁先来挑？张翰先来，来，太客气了。张翰先来挑，我就这个。好，这个，这个是，这个是，这有糖。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酸梅啊，或者是红枣桂圆。哦哦哦，这上面写了汗。红枣桂圆啊！一群人没有干过家务活的，在这闻了半天还好，红枣桂圆，啊，你想想，你想想，我们先一个个都抽好不好？杨洋，你抽哪个？啊，你抽中间这个啊。哦，这是肉的，鲜肉馅的。鲜肉。今天在网上还有人讨论，有人觉得这个元宵汤圆这个就不应该有咸的，有人说就是应该有豆沙的，是吧？然后对，但是肉的也很好吃，我是能接受啊。毛子俊，我看你抽的那个是什么的？辣酱。辣酱。这个好特殊。辣酱汤圆。好，每个人来送一个祝福。张翰先来说，用这个红枣桂圆。我祝全国所有的观众可以圆圆满满，然后过大年。嗯，啊，圆圆满满过大年。好，好，那来，可以学了包汤圆了吗？啊，可以帮大家包啊。来来，杨洋用鲜肉来给大家。嗯，我祝大家个个越来越年轻，每个都是小鲜肉。像你一样，对不对？好，那来王子俊，这个酱真的是太少见了。辣酱汤圆。对，我祝大家羊年的生活就跟辣椒一样红红火火，有滋有味，非常好。好，谢谢。好，三位呢今天也特别来学习了这个元宵的做法，所以呢现场也在帮我们来做元宵啊。那个杨洋要不要做？来，包一个汤圆给大家。倩倩，你会做汤圆吗？我没包过。你最拿手的那个菜是什么菜？我最拿手的，其实也没有，在家里面最常做的是炒饭。炒饭。对。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难得看到四个这个偶像在现场啊，我们看到三个男生在非常认真。那杨洋，你是抹的是什么？你像我油吧？还油吧？好。大家都一副我认得你，你不认得我的感觉。其实我还会，我只会包饺子，但是元宵还真的是没包过。好，我看到他们先是把它这个中间做一个空间，然后把馅儿放进去，再把它团起来。其实技术含量好像不是很高，但是到时候这个煮完了之后是会不会散，这就是他们的功力了哈。好，我们看到呢，三位现在都用心的给大家包了汤圆。那来给大家看一下，张翰的已经做好了。好，有部分馅儿露在外面，但是这是我们的特色，好吗？我看到他的手在抖，哎，做得很好，手都在，谁的手在抖？毛子俊的手在抖是吧？我上面特别恶心，什么辣酱是不是？软软的，黏黏的。哦，好，现在呢，我们张翰已经做好了，好，那杨洋也快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待会儿呢，我们下锅煮一煮啊，看看那个成果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交给我们的土地公和我们的财神来继续给大家送大奖，同时呢也谢谢我们张翰，谢谢杨洋，谢谢毛子俊，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在钻石剧场为您播出的少年四大名捕。谢谢。舍不得，最后一轮抽奖了，最后一轮抽奖来了。你知道抢红包大家抢的呀，大家都在领这个上班加油红包。财神爷因为刚才抢先一步知道密码，他抢了3毛3，不是3.58块。OK， 对吧？就像4点跟4点半很重要一样，3.3块跟3.58块一样很重要。接下来我们来抽取最后一位幸运观众，号码滚动起来，好吗？滚动起来吧。3、2、1，停。好，这位朋友是湖南的朋友，湖南的朋友，他电话是158-7424。我们来接通这位湖南的朋友，喂，你好。
你好。你好，我们是元宵喜乐会，首先报一下自己是谁。先说自己。我是土地公公，旁边是财神爷。我是财神爷。啊，你在看我们的元宵喜乐会吗？我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王。姓王，小王同学。这样，我们身后有三个牌子，三阳开泰四个字，你选哪四个字？哦，哪三个两个字？哪两个字？最后一个哪个大的是吧？我选三吧。三字。好，还有一个嘞。还有一个呢？三泰。三和泰。哦，第一个跟第四个。好，好，首先。其实呢，三阳开泰这个发音呢，也可以叫。金金银银听懂了吗？好了，哦，金考一考你的记忆力啊，我看对了吧？我的妈呀，我现在不敢相信土地公。金金银银，三阳开泰，第一个字是三字，是什么颜色？三阳开泰，金的话是金。金色，答对了没有？恭喜你答对了。赛班脑三人全加油。好，接下来三阳开泰。泰是金色还是银色？是泰金还是泰银？好，亲爱的朋友们，礼物就在这儿呢。金还是银？金还是银？银。银色是三二一，我们看一下。耶、yeah ，没错。没错，你可以获得 iPhone 6、苹果笔记本、名牌空调、双开门冰箱、58英寸电视，以及第一轮你答对的塞班岛三人全加油，恭喜你！恭喜这位朋友，谢谢这位湖南的朋友。好，我们再见。我们所有的礼品就都送完了，是抽奖只能明年元宵喜乐会再见了。不过还有好听的歌舞，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元宵美，来看吧。
的祝福。那么同时呢，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记住今天的团圆和今天的快乐，也希望大家呢在重新开始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一切都顺利。我们继续请各位神仙给大家送来元宵佳节的祝福。2015祝大家人缘福缘源源以手，祝大家官员财源源源不断，祝大家日圆月圆圆圆如意，祝大家情愿心愿愿愿成真。2015年凉茶领导者加多宝携手湖南卫视打造的春节回家公益大联盟助力千万人团圆，为羊年春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感谢支付宝钱包我有我的方式对2015元宵喜乐会的大力支持。众仙齐约，明年佳节再聚首，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情愿就是仙，因果菩萨实现。